那它的长度，我一千人话73公顷、哦。那早期它的砂石从哪里来？就是由曾文溪，哦，南部那个铁轨，曾文溪载运过来，倾泻而下，哦。各位往前看，哦，有没有看到一个火车站？有没有？叫南站。有那个屋顶了没？哦，就是我们八田纪念公园那边，那个是抗日台湾早期在载运那个砂石的材料的火车口，哦，要能站不开了，那个是咱的火车头。啊，咱这个坝管呢，咱那个水库的坝管有偌大公尺哈？咱的顶管高公尺哈，咱的底宽呢有303公尺，哦，它是一个梯形坝，梯形坝。啊，起码那个这一级。表面这个厚度，哦，有300公尺。哦，那这个机构也包括一些这个。